昨天那女人到底是谁啊？该不会是让你后院失火的那位吧？就是她帮我搞定的吴董。我看她是不是把你也给搞定了？那女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生意场上撒得开的女人，你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，居然把好好的一个嫁给毁了，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她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种人，她是王晴以前的同学。那你就更不该惹了，兔子都知道不该吃窝边草，何况你是尹建平啊？ 兄弟啊，我可告诉你了，这人要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，十个有九个会倒霉。你知道你现在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了吧？我倒霉什么？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你还说要告诉我天大的秘密，到底是什么秘密啊？该不会跟那个女人也有关系吧？我没秘密，我有什么秘密？我看你昨天真的是喝晕头了，自己说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但是我这句话你得记住了，汪晴是个好女人，你可千万不能失去她。 听见没有啊？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你，汪亦凡。 你简历我很满意，但是我们社出版的生活畅销类书籍有口皆碑，如果能来这里工作的话，是我的荣幸。那好吧，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呢？我随时都可以的。哦，哎，汪小姐，你简历说你曾经做过时尚杂志的主编，能告诉我是哪个杂志吗？是《精品》。 原来你就是精品的主编汪晴。是。那为什么不用真名呢？汪亦凡是我的笔名，而且经常可以给我带来好运，所以这次我想用这个名字。这样啊，那我还得征求一下我们领导的意见。不好意思。刚才您不是说您就可以定吗？ 是，我决定，但是还是要跟领导们打声招呼啊。请您相信我的工作能力，而且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。我知道，有消息的话我会给你打电话的。好，谢谢。 很好，你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。在我这里，人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公司做的都是周杰伦、王力宏这些天王巨星的全国巡演，从四川到北京，从蒙古到海南，一年起码要做一两百场。那些宣传策划的具体细则，你都行吗？如果你行的话，我可以按照你的薪资需求，给你再加两。 真的吗？营销策划其实我挺在行的，而且我也很愿意接受这份工作。可以经常出差吗？以后你和我一块儿去外地出差，
什么做活动啊、拉赞助啊，那是常有的事。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，也是可以的。不是可以，而是要随叫随到，那才是做总裁助理必须的工作。瞧，你这小手白白嫩嫩的。女人就该像你这样。哎哎哎，美女！老师，对不起啊，来晚了。豆豆，妈妈来晚了啊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没关系，豆豆再见，跟老师再见。幼儿园好玩吗？告诉妈妈，有没有小朋友欺负你啊？你不反应，妈妈怎么会知道呢？摇头还是点头？就能照顾自己了，对不对？走吧，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为什么？不开心吗？不用担心妈妈，妈妈很快就会找到工作的，到时候我们还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啊？你怎么了？到时间该洗澡睡觉了，为什么不洗澡呢？小熊对吗？对不起啊，豆豆，妈妈今天忘了，要不然妈妈现在回去给你拿。在跟客户、是吗？林建平，我回来了。他就回来了，快！哎，上来，林建，哎。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你喜欢的风格装修的。拿完了吗？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回来的不是时候，对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不信你留下来，留下来随便找随便看呀。尹建平，你有多可笑，你知道吗？我快吓死了，我的心脏快跳出来了。行了，你赶紧收拾一下走吧，我想一人打着。